那跟爺爺玩啊。好快哦，他不是没有太阳，它是被那个云遮住了。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云？它等一下又会跑出来。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云？有，你有没有看到黑黑的？那个白白的。对啊，它把它挡住了。等一下那个云走了，它就会跑出来了。 那个太高了，要进去才知道。那摆在这里，你的，对，我丢最高。妈妈，我丢。哦，你丢好高哦，哇，好高哦，小心。 金伯成，你这样丢到人家了啦！你过来一点。哇，你打到篮筐了，打到篮板了。金伯成，你要不要打篮板看看？就是那个啊，正方形那个那一块是篮板啊。 那你去帮忙啦，你莫整个乱丢球。